早餐的第一顿应该最开心的哈、啊，笑容啊，今天没有睡醒吧？谢老板，辛苦了。熟悉的环境，然后熟悉的味道，嗯，汤很鲜，然后馄饨很好吃，想吃就吃，因为很方便，然后很方便携带，然后也很方便食用。好好吃饭，开小灶。